Hello，我是你们的大型鸭，真的有太久太久没有做软性脆皮砖了，所以有好多小可爱来催更。那今天呢，就是用粘土来制作热狗芝士棒的软性脆皮砖。先给芝士棒的形状做出来，然后我们下面来调石膏粉，加入2勺石膏粉就好了。石膏粉搅匀之后呢，把它淋在我们的热狗芝士棒上面，然后根据你们的喜好呢，做成不同的口味。这里我做了5种口味，看起来是不是还挺诱人的？我现在替你们尝一尝吧，先从这根原味的开始。果然是太久没有做软性脆皮砖了，一不小心呢就把外皮做得太厚了，太硬了。哎，看来这一次呢是有一点点小翻车，下一次再做呢应该就会好很多了。接下来试一试青苔口味的吧。这一根是糖果口味的，最近特别喜欢这种糖果粒的感觉。最后一根就是经典的沙拉口味啦。太久没做，果然会生疏。捏完这5根硬邦邦的芝士棒，感觉手指头都有一点作痛。那下一次呢，再给大家做解压的软性脆皮砖吧。拜拜。